战下换我青少年男子单打冠军，又在温布顿公开赛登上王座。今年才17岁的瑞士球王曾俊欣在为台湾争光。国际网球总会的官网今天公布，2018年世界青少年男子网球冠军曾俊欣再度登顶封王。瑞士球王也成为自1978年以来第3位被国际网球总会评选为年度冠军的台湾网球好手。在曾俊欣之前，第一位夺得这项荣耀的是在2008年夺得法网青少年男子单打冠军的杨宗桦，第一位就是去年和辛吉斯共同摘下年度女子双打世界冠军的詹友兰。中国体育詹建全综合报道。